就够一天开销啊。反正不管怎么着吧，最低工资1小时7.5，就是说你工作半小时，你就可以吃一顿不错的饭了。你工作一个多小时，今天就解决了。你看看这都啥红日烧腊小炒，你瞅这牌匾来，你们瞅瞅这牌匾，是我说美国落后吗？你瞅瞅这搁家他妈沙县小吃都不止牌匾，扔地上谁要但凡多瞅一眼都算得出。你看一眼价目表啊，水煮牛17.99块，辣子鸡13，这都15块钱平均价，炒蛋15，1小时7.5，就是说你工作半小时你就可以吃一顿不错的饭了。我这粉丝问，后厨刷碗一个月给多少钱？厨费63，小费25，100剩10块。中午吃碗面，刷碗大哥，美好的一天没了，我掐。你工作一个多小时，今天就解决了。刷碗一月挣2700，除以3人1天90，正好没了。